欢迎舒米恩·鲁碧、黄玉祥。
谢谢谢谢舒米恩、鲁碧和黄玉祥，谢谢谢谢。这首歌叫《不要放弃》，现场有很多人都盈眶了，非常有正能量的一首歌曲。再次谢谢二位的合作，再次谢谢二位，谢谢舒米恩、鲁碧的演唱，我们也谢谢黄玉祥。黄玉祥不仅仅是钢琴家，他也曾经获得第49届金马奖年度最佳杰出台湾电影工作者。是的，这首歌叫《不要放弃》，但我现在已经放弃跟你比身高这件事情了。当然更要不要放弃我就好了。好，我不会放弃你，我们要一起努力。刚刚看到舒米恩、鲁碧，我也感触很多。他也很优秀哦，他不只是连续3年了，55、51、52都入围这个原创歌曲奖，而且他也曾经在金马奖的舞台上得过最佳新人。对，相当的不容易。那刚刚提到的这个《太阳的孩子》，他其实是取材一个真实的经历，表达了他们对土地深厚的热爱的情感以及信仰。那我自己看了，我非常喜欢这部片。我觉得《太阳的孩子》就活在自己的土地，才能找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。好，祝福他们待会儿能够擒得金马。紧接着我们继续